因为他只是加射程而已，他不是变射手，他只是加375射程，又不是像凯尔变换形态直接变射手，那有点不太一样。凯尔那种就会直接变成远程形态啊，他这个是加射速而已。此时此刻，对面应该很怀疑人生，这个二煞石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看到那个攻速爆炸了吗？GG，傻逼大吧，1-1。刚刚那个是国人。走了，我一笑死，那这一个喷起来。